居然当着全世界的面跟他告白耶。不管啊，我就觉得你比较喜欢他。原来你早就看见我是谁。就算他现在约我，我才不会马上答应嘞。而我也因为你看见我自己。晚上要不要一起去看电影？好啊。那天他妈妈说没有跟娘娘家叫啊，不是因为是越南人。妈，谁啊？我认识你。